走过冰山大川，春回大地竟是金世锦世，生长的花也越来越多。在我刚来的时候并不是这种情况。重重天灾是意外还是人祸？如果全球继续暖化，受害者不一定是我们，可能是我们的子孙，是我们的下一代。想有美好下一代，就要救救这地球。冰天冻地，周一晚上8:30 TVB8。高度文明令人类被无止境的物欲支配，让我们回归原始生活。佢哋咧用紧啲牛屎咧，系屁屋，见到佢哋咧就咁好新鲜咁样攞入嚟，跟住就咁样抌上去咁样噶。感受截然不同的文化。哦 ，What did you spit on my face？ What lesson for you？ 从人类发展历程中反思，活着最原始的价值系乜嘢咧？探索地平线，周大福特别呈现《活着》，周二晚上9:00 ，TVB 吧。沿深圳地铁出发，以最低消费赚最高享受。品尝各国名菜和地道小吃，酸甜苦辣一起开动。型男酷女爱打扮爱享受，做个潮游潮玩新一派。潮游珠三角，周三晚上8:30 TVB 吧。一块磁铁无形吸住一段迷糊的缘分，这个就当谢礼好了，拿着拿着啊。硬盘就让这玩意儿弄坏了。电脑被入侵，暗战一触即发。我的电脑就是铁板一块，像密室一样，连门都找不着，它怎么能破墙而入？高科技战争，商场变战场，谁是黑客，谁是幕后黑手？只要是合法，就没有坏事。我跟你死磕到底！我向你发誓，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叫你死！你听见没有？防火墙5788，3月25日开始，周一至周五下5:30 ，TVB 吧。江山如此多娇，如此锦绣中华，无不赞叹。欢度中国传统节庆，细说其中渊源。本来是驱赶害人的怪兽年，却演绎成最红火和最喜庆的春节。探索传教士过去足迹，悦耳音韵传播福音。文化中国，周一至周二晚上8:00 ，TVB 吧。接通沪港台明星红毯，贴身追踪名人时尚形态。要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可以狂野，火辣一点吧。分享明星们的美容心得。把黄豆磨成粉，然后加进一些珍珠粉，还有美白的效果。对。网罗各式各样的潮流玩意儿。这个看起来好像一个高跟鞋，但是其实它只是电话来的。乐活好正点，周六晚上9:25 ，TVB 8。